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，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夕的爱情也会孤单行。阿边上阿边着行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两者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三八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那么咱是电话有阮小董树林，阿不得重庆的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来，阿宏继续报新闻，分析新闻，批判新闻。来，那么这样是。阿帕奇的这个风波，这个从地检署传两名外劳的，吼、哦，这个外佣啊，啊，甲一名的这个司机。那么这个阿帕奇风波延烧了，小解的时阵啊，外劳的，吼、哦，外佣。那么从检方今日早起传唤到这个两名外佣、一名司机，来说明。随即，伊往市调处来询问的，做笔录。那么阿帕奇直升机的这个风波，检方伫个日前已传唤三名。亲友团的这个成员，那么外籍帮佣来说明，其中包括有一名菲律宾、两名印尼籍的这个帮佣。因为安怎讲呢？因为伊这个外劳申请拢有条件，
爱符合迄条件。哦，譬如讲，啊，着厝个年老，吼、哦，啊，超过几岁，啊，需要爱啊人照顾，啊，申请伊个即个外佣。啊，有的是，譬如讲，残障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残障嘛着爱人照顾啊，啊，爱人照顾，请外佣个，哦，菲律宾个啦，泰国啦。哦，啊，这个印尼这啦，哦，这拢比较的有较俗啦，一个月大概算算的20000多块，哦，啊，参加啦吼、哦，差不多看情形啦吼、哦，有诶，那食较好诶，20000多块，要到30000块呢，啊，普通拢20000多块济啦吼，拢。弄两万外块较济，吼、哦。那么其中有两名外佣，一名司机。那么伫个今日早起10:10，被带到桃园地检署，在进行这个人，哦，认别就是讲，哎、欸，啊你。你是倒一国的，印尼的，吼，还是泰国的，还是菲律宾的？啊，我是菲律宾，后来菲律宾啊，你个证件摕出我看卖啊，哦，好，摕出，啊你嘞，啊、嗯、我倒印尼的，后来印尼的来，你个证件有无？证件摕出，哦，啊，都分别到个，询问伊个身份，确定了后，伫个10:40，被移往。调查局桃园市调处，啊来询问啊啦，做笔录。至于陆军彭德波的601旅，这个军官罗乃成，在3月29日迄一天，带领着真侪人入去营区。目前，以罗乃成一个人，亲友团。13个人，囡仔7个，日本人1个，外佣4个，司机1个，拢总有27个人。吼、哦，会使讲微微沉沉安尼啦，袂少啊。但是检调在这个调查内面，这份的这个名单，而且可能性啦，啊，无排除讲落个吼，伊所提出来是毋是讲？有经过哦，事后啊来协调的一份名单啦，这检调处深入调查，哦，但即马你甲看，凊彩敷衍了事的袂使啊啦，这哦，既然检察处的头洗落去也无提嘛袂使啊啦，哦。办一个较清楚的啦，无唔对，搁予这百姓嘛，甲要臭头去。讲什么？阮拢是恐龙法官啊，阮拢是什么啊？办事哦，清清采采，尤其是即马做官吼，会使讲吼，什么啊？错不改兵啦，啊，真正啦，即马吼，公务人员歹做啊，唔是不比较早。较早公务人员高高在上，不是，即马无咯，即马哎，拜托，较细腻哦，较细腻嘿。啊，有啥物代志啊？啊，我甲你解决了哦。嗯，即马无同款啊啦，因为安讲，因为时代都倒变啊，你是毋是安尼？人讲即马的孙男呢？啊？人无照天理，天嘛无照家己，我即嘛就是拢安尼。好啦，到这结束期待就诶，讲这网络，讲这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来，伊阮听一首啊歌啊，来，暗淡诶个，共同欣赏。再见，拜拜。
无论你怎样要娇美丽，我已经不再对你痴迷。你的形影，你的一切，总是引起我心内的怨嗟。不管春风怎样吹，也是吹落是我满腹的愤恨，啊，今夜又是思念淡的月。思念淡的月。